我们今天来吃泡汤啊！我们来做大猪。吃泡汤了是吧？哈哈。我们来抓大猪。哎，江西的大同救不来哟、哦！你们多喝点，专门给你们准备的。我去看一下舅舅家的那个大肥猪吧。来。这个应该有，这个应该有，它会不会咬人？不会，猪怎么会咬人？就采包到哪一个？来，包到哪个稍微？这里头啊，这里。看看你们到了。哦，这个长大了哇！你看。 这个生蚝给我们项链、烤火嘞，哇！这个好能干，你看。螃蟹给我，买，买，这些慢的。哎呦，我往这边走。那王王这边放哪一个？啊，谁来了？哎呀！ 快呀，快哟！快点招的，快点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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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现在很多农村都用那碎纸棒。这个里面是烧柴。你这个毛啊？啊？卖毛？毛哎？哎？它好冷啊。它还会长寿啊？哎，很好东西哦。你喜欢捡哪块？捡哪条的？就鸡腿就好。大腿，大腿，那腿你捡得饱没有？捡得饱也可以个啦，好不敢放了。你看你，你好有钱。嗯。哦，谢谢。这是什么肉啊？还是猪肝呢？瘦肉啊，这是曹雪，煲汤肉必须要放这个。他们把猪头好好咬的干。这位是什么菜？包辣子。叫辣子辣面。啥？啊，起锅了。火也不腻。上菜啦！我要吃萝卜，这个是每年过年之前呢都会杀的这种猪，这我们这叫刨汤肉，也叫做杀猪菜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杀猪菜。我喜欢吃这萝卜，这个太肥了。你看，新哥，你吃这个好不好？那个我耐不活，吃一坨嘛。不过这农村的土猪肉就是这样子，特别肥。但是肉质很好吃。拜拜，再见了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好，走了，拜拜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